美女，怎么是你这样就出来了？那两个人还在笑你啊？怎么那么没素质啊？你们有什么好笑的啊？真的是奇怪的很。我穿成这样是没办法，都170斤了。你看我这个肚子也大，腿也粗的。我家里面那些衣服根本就穿不下了，只有这套衣服勉强还能穿。没事的，没事。前面人更多，要笑你。170怎么了呀？你可以去那种大码女装店买啊，很多很好看的。大码女装店啊？网上的呀。没买过呀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我这包里啊刚好有身同款，我本来给我朋友带的，要不先借你试一下吧。啊哈啊！你的同款我能穿吗？你看你身材那么好，等下撑破了要我赔钱不说，你还想看我笑话吧？哎呀，美女，你想多了，我身材不好啊。你看嘛，我都150斤了，我这个肚子那比你的还大，是我这个裤子遮起来的。我都说了，它是大码的，能穿200多斤，你相信我，试一下嘛。看着还不错耶，那行，我试一下。嗯。哇。你这裤子真的好穿哎！你看腰头这么高，我这大肚子全遮起来不说，弹力也大，穿着一点都不紧，好舒服啊！加绒加厚的，既保暖还不显腿粗哎！怎么样？没骗你吧？嗯，那你把衣服搭上啊，更好看。行，那你帮我看一下，我穿这套衣服还像170斤吗？一点都不像，看着跟100斤一样。美女，你跟我说一下这裤子这么好在哪儿买呀？我不会，你教教我呗，我去买两条。那我教你啊，你点视频下方小黄车，他们家专门做大码，能穿到200多斤，这一身啊很适合你，加上这个裤子又便宜，才几十块钱。真的？嗯。